主料，牛奶100毫升，白糖15克，芒果400克，淡奶油80毫升，吉利丁粉10克，辅料 QQ 糖10克，蜜饯车厘子5克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。准备需要的食材，先做牛奶布丁层，牛奶倒入奶锅中，放入白糖和吉利丁粉，小火加热，边加热边搅拌，直到白糖和吉利丁融化。煮好的布丁液用滤网过滤一下，倒入小瓶子里，高度大概是小瓶子的1/3，晾凉后放入冰箱冷藏至凝固。芒果布丁层，芒果去皮切小块，放入料理机，倒入淡奶油搅拐，搅拌成过一道储备用。牛奶里放入吉利丁粉和白糖，小火边加热边搅拌至吉利丁和白糖融化。煮好的牛奶液过滤到芒果泥里，搅拌均匀，取出已经凝固好的牛奶布丁，倒入芒果布丁液至八分满，放入冰箱冷藏4小时以上。凝固好的布丁取出，点缀上 QQ 糖和蜜饯。烹饪技巧，吉利丁粉可以用等量的鱼胶片代替，芒果和牛奶可以用其他的果泥果汁代替，做出各种各样只属于你的布丁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